什么？看看，看看，看看，是什么？是什么？就我们鉴定中心捡到的小猫。哦，快快快快快快快！哇！我吓到它了。好可爱哟、哦！你们应该都很喜欢小猫吧？是的。我就说这个世界没了小猫赚不了。哎呦，可以抱吗？可以啊，可以抱抱你们。来，宝宝，抱抱。哇，好小呀！我不会抱猫猫哎，怎么抱呀？就是要拖着它的屁股，然后扶着它。我不太会，就抱起来就好嘛。快快快快看！啊！那是小猫咪哦。谁的猫？鉴定中心的猫猫。我怕。你怕吗？我怕。快给老师抱抱。对对对。真的吗？我怕，我怕。啊！快吓唬老师，快吓唬着老师。突然脑袋怎么摸？是这样摸吧？这样摸，是不是？这样哦。来，我来试一下。你来，哎，表面上怕猫，实际上是很厉害的。来，我来试一下。你来，哎，哎呀，哎呀，它还翻下去了。最舒服的这样子。啊，太喜欢了。最舒服这样子。来，进来。你看他这在这边，他最胆小。这个猫子它通人性，谁对它好，谁对它不好的。小小的，好可爱。看一下，我们就把它喂养在天台吧。天台吗？嗯，好呀。给这四只小猫取个名字呗。我把我名字给它吧。可以啊。我们这个就叫狗狗。为什么叫狗狗？确实它很可以咬人嘛。还有两只，这只取个什么呢？我家里面有只猫叫五月，那你就叫六月吧。墩墩，我来，最后一个，你要不要拿你的名字认领它？这个啊，要不要叫墩墩？有一个小墩墩，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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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墩。那我们名字取好了，把它抱去天台吧。好呀，抱去上面喂养吧。我就把它抱下来。有朋友，开门。现在把猫送上去。哦，我的姨母心。对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不要让它掉下来了。小志，我想跟你们聊一下，可以吗？啊，可以，来，跟我们两位，好，到那边。就是我想跟你们聊一下，就我不是从新疆来的嘛，然后学的是双语，就是维语跟汉语是一块儿学的。就是老师们也应该发现了，就是我在表达这方面是有一定的就是问题，我可能就是理解不了，就是很快你们说很快的一些东西，就是我需要一种过脑子，然后把你们的这个话，然后再转化成什么，然后我才会理解。双转，对，汉语转成维语，对，所以输出就变成汉语。对，需要就是组织语言才能表达出来，就是有些时候是这样说，但是汇报的时候呀，可能会做不到这些。所以我之前就是一直吐语不清，我想说的话就在我嘴里，但是我就是，对，就是说不出来，就是说不出来，就是知道。那没问题，一方面理解一点，另外我们对你去说的时候，我们多重复一下嘛，说话稍微慢一点，然后从不同的角度去把这个事情给你慢慢说，可能就是我们要向你发问以后，要给你留一点时间去那个。懂不懂？先说，没关系，不要怕错。也许我们不一样，但是也许你说了是我们想要的东西，我们想知道的东西，你说出来肯定是你认为。有道理的东西，你就是知道的、懂的、不懂的、半懂半不懂的，你都可以大胆说，没有问题。好的，老师，谢谢老师吧。就说这么久，不用那么拘束啊。好，随时有什么事情都可以来跟我们聊谈一谈。好的，老师。你会做烧烤吗？我饭做的可香了，老师。真的。对，那天我们在家里做饭，我这边烫伤了，油溅了。
我想学他怎么发横吸。下次我安排一个烧烤浪的给我们烤一烤。我看到你们烧烤了。你看到了在楼上。对呀、啊、我也没参加。我们以后做的时候不让他们参加。就是我们自己搞。对。他们蛐蛐不让参加。对，蛐老师还大把的吃手。好好好，谢谢谢谢谢谢登登。好，谢谢你的。也谢谢老师。好。